在国外，一男子发现自家大缸下有异响，决定搬开大缸一探究竟，结果吓了他一大跳，立马跑得远远的。一天，男子在自家院子里突然听到奇怪的响声，查询一番后发现是在自家大缸下发出的。男子把大缸抬起一点缝，结果竟然发现一条蛇的尾巴。当时男子就十分害怕，但是男子鼓足勇气把这条蛇慢慢的揪了出来，把这条蛇赶出家去。男子把蛇赶出家后心里还十分后怕，等男子来到大缸前，突然听到还有声响，心想是不是还有条蛇。男子决定把大缸搬开，把另外一条蛇赶出去。不过当男子把缸抬起来后，吓了他一大跳，里面竟然密密麻麻的全是蛇，这让男子吓得走得远远的。男子立马打电话找到消防人员帮忙抓蛇。